金曲歌后潘越云，请掌声。最好听安尼哦，这个情谊这条都，我为伊前唱，这个听甲真嘛，我感觉唱现场真正足赞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热烈一点，哇！非常的开心，两位主持人，你应该说是你小时候听我长大。我没有小时候听你，我是年轻的时候。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就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晚上的金曲台语歌，台语啊，够经典加上台语金曲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哦，真正诶，近期吼，大家然后吼关注咱的每一年咱的用力歌吼，咱的民歌啊，是讲台语歌曲吼，咱的阿潘姐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民歌出现的，对对，好像大部分都出现在民歌，至少是第一次，对，这么多好朋友，今天吼。哎，听起来讲到唱台语的时阵，大家可以拢了解咱的这个阿潘姐都是唱国语歌曲、民歌歌曲为主，但是我来讲台语歌曲嘛，非常的好听，嘿。对哦，嗯，对，好几首，好几首的，对，因为大家都对您的印象就是哎，民歌或者是呢这个经典的金曲，但是不知道是台语歌曲的韵味嘛，是这样，你看，经历这条路这条歌曲，对不对？后面好多人在翻唱，对不对？
都没有陈马潘姐唱的这么样的有韵味，大家对不对啊？对。哎呦，听起来区长都怕不怕羞愧。有人知道我唱台语歌吗？大家知不知道？有吗？有的。对。有。哎呦，你看，所以你们年纪跟我一样啊？哎，一样年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所以说实在的，潘姐，在最近有没有，比如说像黑胶的复刻？对不对？好，来收后边。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收集那种所谓的黑胶复刻，对，黑胶的唱片嘛。对啊，带来什么后天还在买的过过去啊？我接下来这个，因为是台语金曲，是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找我的同学帮我编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台语老歌，发现给在座的啊，好像和我妈妈的年纪一样的，不过年轻人也可以把它当作新歌来欣赏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叫做。北牡丹，来，请大家也要请他们坐回来唱北牡丹啊，来欣赏，谢谢。谢谢歌曲不但旋律好听，歌词是非常的优美，所以我其实特别非常喜欢，从小时候就听很多好听的台语歌，如果之后有机会再慢慢的唱非常好听的台语老歌。不过接下来我要唱的呢，这倒是在我的唱片收录的第一首《马来如光》，但是这首歌曲很厉害哦，曾经得过金鼎奖，金鼎奖其实就是金曲奖的前身，得过金鼎奖的最佳作词，所以今天晚上就把这首金曲
介绍给在座的所有朋友，歌名叫做《心间》，谢谢。高雄，然后我的住家呢，小时候我看到高雄有一个非常美的美景叫做西子湾，所以每次从我家的窗户呢就可以看到西子湾的夕阳，非常的美，然后西子湾有很多的大船小船进进出出的，就是让我会想到小时候那种非常美好的童年的风景。所以这首歌曲呢，其实它会在金鼎奖得到最佳的作词，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唱到这首歌曲。接下来再唱一首比较不一样的气氛，这是陈升为我制作的一首歌，一张专辑唱片里面的一首歌曲，介绍给大家，瞬间青春梦，谢谢。你们会唱吗？会唱的上来跟我一起唱好吗？上一个回
王，好不好？自己欣赏就好了。吴宗文帮我修修脸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